这套双杠应该我们可以看一个赏心悦目的表演，无论是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都是双杠的明星选手。一个挂臂马库兹，再来一个支撑马库兹，挂臂前摆上京单臂360倒立一组，后上分腿前翻右三分之一成挂，再来一个巴夫萨一组0.5分，接一个西里华尔 D 组0.4分，倒立转体180，团两周180，哇，站得相当的稳啊！每次看邹静媛的双杠啊，今奥运会，邹静媛也是获得了双杠项目的奥运冠军，可以说这一整个奥运周期，她都是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王者。只要邹静媛自己发挥好啊，别人可以说没有办法可以和她去媲美。圆圆有时候她会给自己的压力有一点大，因为她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运动员，她要求自己在场上场下只要完成成套，一定是一个绝对高质量的发挥。但是有时候确实也是因为，正是因为给自己了这种这个高标准的要求，才能够练成现在这样的规格。难度拿的是6.8的难度，最后得分16.1。今天没有上他的最高难度，也许。